而最近几个月来呢，文心大模型在代码生成、代码解释、代码优化等等这些通用能力方面又实现了显著的提升，啊，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。今天我们会正式发布文心大模型 4.0 的工具版。现在呢，大家可以在工具版上体验代码解释器的功能，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就能够实现对复杂的数据和文件的处理和分析，还可以生成图表或者是文件，能够快速地洞察数据中的特点，分析变化趋势，为后续的决策提供高效和精准的支撑。文心大模型已经成为中国最领先、应用最广泛的 AI 基础模型。不仅如此呢，相比一年前，文心大模型的算法训练效率啊，提升到了原来的5.1倍，周均的训练有效时间能够达到98.8%，推理性能呢提升了105倍，推理的成本降到了原来的1%。也就是说，客户过去一天调用10000次，那么今天呢，同样的成本之下呢，一天可以调用100万次。